在《流浪地球二》里边，有一些镜头，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和好莱坞的电影去媲美的。我们自己能摸索出这套流程，我觉得很骄傲。所以我们努力的是，其实是朝着能够把这个工业化完成。我觉得是什么状态呢？是我们现在的想象力能够看到他们的背影就不错，他们跑慢点，我真追不上他们的现实。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创作者可以加入进来，去完成各种各样的尝试，科幻片的尝试，帮我们尽快的去建立起这个科幻类型，建立起我们与观众之间的这种契约关系。